子的价钱太高，被吓到。别担心，因为这个屋子一个月才供1300块，而且有4间房，1005方尺，空间非常的大。看看客厅的空间，哇，大到有点喘哎。带你看一个地方，你肯定会被 surprise 到。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厨房，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四厨房。谁会想到一个公寓里面竟然还有空间可以分干厨房和四厨房？这里还可以放一个 sliding door， 除了让屋子的这个部分更加美观，最大的好处是，如果你要做 heavy cooking， 炒菜的油烟和声音就不会传到客厅去，弄到整个屋子很肮脏。而另一个厨房这里呢，就可以做一些 light cooking， 比如说果汁啊，或者是准备一些小吃等等的。这个屋子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有两个 master room， 而这两个大房呢都非常的宽，而且都有自己的厕所。就算放了很大型的衣柜、双人床、两个床座，还有很多可以走动的空间，非常舒服。怎样？这屋子很可以吧？其实我有留意到这个屋子有保留了 balcony 和 yard。但是屋子的走动空间还是可以做到非常的舒服，不是因为大间而已，而且整个屋子的设计正正方方，没有奇奇怪怪的棱角，没有死角，更没有多余的柱子和走廊。我现在已经站在这个屋子的外面了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马路的对面有迷你超市场，走路一下子就到了，附近还有店面、小学、中学，甚至是 KTM 等等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。1005方尺300千，1方尺才300块，在卡江市场是属于非常便宜的。如果你看到比这间便宜，其实都是比这个屋子小间。加上这个屋子是全新的，没有人住过，也有送你很多家私。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家，一个让你安心发展你的家庭的地方，马上点击以下的 link 了解更多吧。